行车道，从大家河滨公园沿着基隆河出发吧。目的地是南港展览馆，沿岸都是棒球场、足球场，还有狗狗的运动场，很多小朋友在骑 U bike。抬头就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，有路过101，还有一大片草原可以翻滚。沿途有很多桥梁和花圃。还车在南港展览馆的2号出口的对面，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